吸血鬼猎人手游玩法与国内教学啦。哎呀，这游戏是一个新的换装手游哈，跟纸巾还蛮像。来，直接关卡攻略教学。哇，卓越的书也是怪兽啊。好，这个就是关卡攻略教学的部分哈。那就这样子解下去，可以升等。升级教学，那是女人角色，现在玩法与攻略教学就这样，玩法与升级攻略教学啊，那就这样一直破关下去，这样，那这边他也有释放一样当官的这个资源采集，有没有？这边就可以继续加时间结尾了，这边可以继续主线。哦，玩法攻略教学的部分给你们参考一下。啊，我们今天这个时候就简单的跟你们介绍一下，好，非常简单的手机游戏哦。那你看这边的角色，啊，再来这个。那追学者，你又可以做一个角色的升级教学。那就这边可以一键升四级了。OK， 那你就继续攻略下一关。简单游戏跟你们分享一下。那你就可以有没有？它有黑市等之类的。哎，应该放我们自由的吧？那应该有聊天室吧？哈。时装，欸，那应该有聊天室吧？聊天室在哪里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边也是他的那个角色的画面啊。啊，反正就一直解任务就可以了。其实我比较好奇一件事情，欸。就是全角色图鉴，这边有全角色，非常多，而且可以预览，哎呦，每次都可以预览呢。这种游戏最重要就是你要去看它的全图鉴。